咱们的 roost 旁边是电源，它有个 USB 口，用的是 Windows 系统。看一下这个左面图标，双击进软件。它这软件主界面就是标准，可以选择两个标准。这是实验温度，就改变标准的话，然后这是当前温度啊，这个是下边这些参数，这块十度的啊，这块现在下降14几倍，这个是实验条件，这边是当前压力，然后这些这个是实验是不是点这个？我们再看一下这块有个压力曲线图，这个是个温度曲线图，这是历史记录。这个是参数设置的，包括这个仪器压力标定，这可以标定压力的，还有温度啊，温度也可以进行偏差修正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撞油，在这块有个保护盖打开这块有一块拆下来，好，我拿下这油都撞在这里边了。这个玻璃就是撞油，我们每次实验用这些样品。要是实际的这个操作过程啊，咱们还有个教育视频，让客户看教育视频就行了。